书友们，今天来写下"江清月近人"这句诗句。笔画比较少的字，笔画是要写得很浑厚的、很粗的，不要写得很单薄了。有很多书友会犯这个错误。清字同样是三点水。亲自记得这个"月"字写瘦一些，这个横笔写长。单独写这个"月"字的时候，不要把它写得太胖了。这些高一些，走至了紧贴住。这段顿笔的这个收笔的距离呢，不要写的太短了，很多人会犯这个错误啊，很多书友呢私信给我的时候呢，都会犯这个错误。收笔呢，不要太短。哎，包括这个字也是如此啊，收笔的这段距离，刚才强调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对这句诗句的书写呢，就讲到这里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、转发，还有收藏。